咋没说我打错了呢？你他妈到底要干啥呀？王哥，你不说让我再打电话，我试试吗？我想试试我到底能咋的吗？不是啊，咋的啊？我买枪。买啥枪？我买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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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冒蓝火那个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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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你他妈打啥的？没有价值，没有那个玩意儿。那我买个打火机。我操！